蒙对了，你怎么会？我不知道。然后你就写我知道，因为我脑袋都是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我觉得不是，那不是啊，怎么可能？那是另外一首歌哎，见鬼了，上外大正着的。好，第一题请处理。好，来隔间隔间，那很像那个商务舱体格，对对对，双胞胎进去要有隔屏呐哈。不能再和你牵手，双胞胎进去。难道是土妈罗吗？对啊，对，一定是他可是 Twins 啊，他 Twins 退过去 Twins 你猜这样搞不好是志熙跟志祺还没有传音，有可能啊。哦，我在讲风凉话，他们两个超认真在想 Twins， 完全没有还在笑啊。三二。笑死了，跟我爸一样。我爸说：“哎，你冰箱那个 Rubble 我可以喝一下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要讲是 Red Bull， 他讲的 Rubble， 有时候会口误，难免的。Supreme and Super Me， 对。我有一次还讲说：哎，我一个朋友很辛苦，他有那个小婆跟老孩要养。哦，你买什么名牌给你老婆？我今年买 Chanel 的，哎 ，Chanel， 喂 ，Chanel。”你放弃了是？三二一，举牌。正确答案就是什么？你要举起来，我也听有吗？我知道了吗？白出了，我已经不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。我打问号，我想说这是什么？你真的知道？哇，有一千五哎，蒙对了。你怎么会？我不知道。然后你就写我知道，因为我脑袋都是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我觉得不是，那不是啊，怎么可能？那是另外一首歌哎，见鬼了，上外大正着的，外大正着，怪小，哎，国艺的，不得分。第二道题目，请处理。你很厉害，偶像剧 OST。就算我全身湿透透，我也不再被谁牵着鼻子走。牵着鼻子走，目前奖金1500元。大象彼此会牵着前面的尾巴，哦，这样子，对，牵着前面尾巴，哎呦，好可爱，对，一路大迁徙去找水，他们日常就是一直在找水，哦，水很重要，逐水草而居，哇，哎，是叮叮当吗？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会不会叫做我不知道？正确答案是谁知道？哎，亲人没有。下一站亲人啊，安以轩演的。